善男子，过去有果，名我波折腊。王浩圣君统领别国。这佛现在讲这个大乘大解十论经啊，现在给我们讲故事啊，佛讲故事呢啊，说在过去，佛对地藏王菩萨说的啊，说在过去啊，古来有个国家，名波折腊，王浩圣君。波折呢，翻译我们汉话就叫无，腊呢就叫知，就知无，知无，这是个名词啊。说这个国民，说这个国王，圣君国王啊，他的性呢，他的性体啊，是很慈耐的，对于他国内有犯罪的、犯死刑的，他不肯杀他，把他捆上，捆绑还是要捆的，捆他的五体，就是四肢啊加头，把他放在山林旷野当中去。为什么做呢？他不杀他，但是他隔到那个旷野去啊，有那鬼啊来吃他，就是佛跟地藏王菩萨说，讲古来的故事，有佛以前的故事啊，说那个时候把这人放到什么地方呢？放一个旷野当中，没有人烟的地方，那地名嘛，这叫揭兰婆，那地方很可怕的，要没人烟，一般说罗刹呀、药叉鬼呀，在那旷野住，就是坟地里头啊，埋死人的地方。人呢不敢到那地方去，到那地方浑身呢汗毛都竖起来了，很害怕的样子。就是鬼所住处，那个旷野之间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国内有人犯了罪，应该呢处死的。王呢都要把他的屋，把他呀捆绑起来，两手两足加头部，把他捆绑起来送这个揭罗兰的大旷野的地方去。那么就让那个恶鬼啊来吃他，送给鬼喂食吧。各位讲，这个罪人呢，犯罪这个人，一般的听到国王，要把他放住这个地方去。当然，他很恐怖了，很恐怖了。他怎么做呢？他就把他头发剃掉，找一个袈裟。就是和尚披的袈裟衣啊，没找到，找到一片儿，一边就袈裟坏的、破烂的袈裟一片，一片披是不能行了，系他的颈上，递到脖子上，这执行者嘛，就南王国王所指定的，就把他送到那个旷野当中去了，把他送到岗。那么把他送到旷野去了，送他的这些个押解他这个
执行者了，押解他这个执行人就回来了。嗯，那么到这个夜间夜分，在旷野当中呢，有大罗刹，罗刹母。那罗刹母名字叫刀剑眼，刀剑眼，当然就是翻过来的名词了啊。嗯，有500眷属来到这个坟地当中来了。嗯，罪人看见呢，吓得不得了，恶鬼神呢啊，见着恶鬼。罗刹母啊，见到这个人被捆绑起来，但是呢剃了须发了，有一片瓷架上，瓷就红色的啊，接到的向下啊，说这个人呢，他听说国王要把他放到这个旷野当中去，他就想说那个时候国家的时候都是信佛的了，都是信佛的啊，说他也很信佛啊，那他就想啊，我要剃着头，把头发剃了啊，找一片袈裟披上去，嗯，可以免难的意思。嗯，但是这罗刹母见着这个人剃出须发，颈子上呢弹快一副袈裟的，袈裟都是颜色的了啊，红颜色的啊，袈裟是红颜色。那么这罗刹国之母啊，不但没吃他，还很尊重他，还给他顶礼，想到进了佛殿要佛一样的，又要向又进来向他，围着他要，我能给他磕头，合掌恭敬。而说宋言，人可自难为，我终不害汝啊，见剃发演绎令我意念佛。这罗刹母对这个犯人说，对这个放旷野这个犯人说，说我不会伤害你的了，你不要害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看着剃了头发，披着袈裟，颜色的衣，我看见你呀，我就想起佛来了。嗯，这么正个记录。这个时候，罗刹母还带5000个儿子，罗刹母有5000个儿子，带着5000个儿子，这5000儿子嘛，一个罗刹子，就他的大儿子。就跟他妈妈说，白须母言说，妈妈，我现在很饥很饿又很渴，说我身心呐不得难，你让我把这个人吃了嘛，我就这个饿的苦，饥饿的苦啊就消失了，我身心就快乐了。罗刹母就跟他儿子说，我说这个人你吃不得呀。嗯，经过恒河沙数那么多佛，他是佛祖，披着恒河沙数那么多佛都披的衣服，他在披上了卸脱床上衣，说他被那个袈裟就是卸脱的一个像，像冲锋宝盖的似的，这个床相衣就是说比较披的衣的名字，比较披的衣啊是三宝的相啊，像宝幡床幡宝盖似的，说他披的是卸脱床相衣，不但不能吃他呀，不能带他起上恶心，不能伤害他，如果伤害了的佛子一定堕无间地狱的，定是无间地狱。他这个罗刹子啊要吃这个人，罗刹母就告诉他说，不要生恶念，
哪念都不敢上，有恒河沙诸佛都是披着床相衣，就是说披着袈裟，跟袈裟叫床相衣，袈裟的别名。又叫忍辱衣，又叫离尘衣，又叫消瘦衣，又叫莲花衣，叫莲花服，又叫坚散衣，又叫圣床衣，又叫降魔衣，是吧？把这袈裟有很多种名字，咱一般在剃发时候跟你说，又说是解脱衣啊，解脱衣，说善哉解脱佛，称赞这个衣的。当你剃发时候不要披吗？啊，和尚就跟你说了，善哉解脱佛，波扎里善衣。对，那就是称这个衣呀、啊。说你披这个衣呀、啊，是解脱衣。这个时候的罗刹子跟他的500个眷属、5000个眷属，也像他妈妈一样的，围着这个人呢，要三章，尊重顶礼，合掌说颂言，忏悔演绎人呢，说你是求忏悔的，穿着演绎穿佛弟子的衣样，我宁愿与父母照身于意呢，说在我父母身边说身口意，说照那业，但是呢我不敢对你的伤害，这是形容词，我在父母可以忤逆，但是我不敢伤害你。佛有对地藏王菩萨说，说佛有大罗刹母，叫罗哦驴罗齿，名字叫驴罗齿，也有5000眷属围绕着来到这个旷野坟的中间啊。罗刹母也见这个人了，也是被发五处剃须须发，披着一片瓷袈裟的，他也向他又要三丈，不但要，而且尊重顶礼，合掌恭敬。人与我勿怖，说你这个人呢，不要在我面前生恐怖，不要害怕。为什么呢？如颈所系服，说你颈子上所缠着这个衣服啊，是仙床相衣，这是袈裟的名字啊。仙床说大仙的床相，这种衣服，说我不但不伤害你，我要顶礼供养你。也是的，这个罗刹的子子儿子，也向他妈妈说，说人的肉啊，又干又美，就是美味的意思。愿吾听我时啊，说愿妈妈你听我把它吃掉吧，增长身心力，我吃了它呀能增长我的力气，勇猛无所谓啊，一吃了它，吃了这人肉我就勇猛了，无所谓了。再个罗刹子也请求他妈妈准许吃这个人，罗刹母就告诉他了，说人天等妙乐，说能够享受的人天乐，为什么呢？是恭敬出家，故供养演绎当付无量乐。供养演绎的呀，供养演衣服的这个人，你将来未来能够得到无量的快乐。是罗刹子，比如说眷属也又要起人，尊重顶礼，合掌恭敬，而对这个人说：“我敬恭敬礼，剃发演绎人。”
为什么恭敬你呢？因为你剃了发了，演艺了，愿长于未来呀、啊，愿将来于未来的时候能够见着佛，升起甚深的信仰。罗刹母赞叹这个人啊。尔时佛有大罗刹母，名真宁法，也有五千眷属为友，来到中间。时说时罗刹母也见此人被发无处，剃须须发，骗此袈裟细细惊吓。袈裟不是一个整件的玩意了，只是一片儿接到领子下面。也是的，为他佑耀，尊重顶礼，恭敬对他赞叹。大相闯相衣，说你披着是大仙的闯相的衣，智者应赞奉啊。说有智慧的人要赞叹你，要供养你。在你身边要能行供养呢，必断住有法，一切的呀，慈耐呀，所有的术法啊，都断了。跟前头一样的啊，不过六一个罗刹母，罗刹子白心母言啊，说此人身血肉，国王之所寄，说这是国王赐给我们的，愿听我饮啖，说我把它吃了吧。吃了呢，我就有力气了，好承受母亲。他妈妈也跟他说：“入世眼一人，非如所应食啊，你不应该吃它。”于此起乐者，当成大苦气。说你要起在他身边起乐念，将来你要堕到三途，堕到乐鬼，堕到地狱，你受大苦。说罗刹子宇宙眷属也是又要起人尊重顶礼，合掌恭敬说颂言：汝是大仙宗，说你是佛弟子，丹宗堪为良福田，说给一切众生啊做福田的，故我修供养，我对你啊礼拜供养，愿觉住有法，使我永远不再堕落，不愿有术法。这是一个罗刹，一罗刹子啊。尔时佛有大罗刹母，名刀剑口，也有五千眷属为友，来入中间。时罗刹母一见此人，被发无处，提出虚法，骗此袈裟，细细惊吓。即便又有尊重顶礼，合掌恭敬，而说颂言：汝今披法衣，说你现在披的是法服，必须涅槃乐。说将来啊，你一定证得涅槃果的，故我不害汝，我不伤害你。为什么恐为佛所喝呀？我要伤害你喽，怕受佛的喝灾，就是受罪，将来要受罪。也是罗刹子向他妈妈说：“我常吸精血，饮啖人血肉，愿听使此人令我塞利从。”令塞利从圣，也是罗刹子跟他妈妈说：“妈妈，你让我把这个人吃了吧，吃了我身体就有力量了。”罗刹母告诉他：“要害着袈裟剃出须发者呀，
说你要伤害一个剃除须发着袈裟的人，必堕无间狱，久受大苦难。嗯，是罗刹子与诸眷属又要起身尊重顶礼，合掌恭敬，而说颂言：我今不地狱，故不害容命。我怕下地狱，所以我不伤害你，不敢伤你的命。今呢，当解放汝身，愿脱地狱苦。我解放了你，我使我永远不脱地狱苦。十住罗刹母子眷属，包括前头的，所有这几个罗刹母啊、罗刹子，同起的慈悲心，不但不伤他，把人的束缚给他解除了。忏谢欲问，啊，同时啊，难为他说：“我们把你这个束缚给你解除。”放还你，欢喜放还。这个被王遣在中间的，这个送到中间这个人，他谢脱了。这些个鬼王、罗刹鬼，把他的束缚给他解除了。他一再在第二天清晨早前，这都是夜间事了。到清晨早前嘛，他这个到极致王所，就很快的到了国王的那个面前。比如上次去白羽王，把他昨天夜间所经过的事儿向国王禀告。十圣君王居住眷属说：“王啊，这国王及他眷及他的大臣呢、啊，闻之惊讶，听他说这个故事啊，哦，简惊叹的不得已，叹未曾有。未曾有就是这个事儿过去没有过，从来没有过啊，战呢、啊，未曾有的事儿。所以国王啊，就攀告国人，立了法令。”为了调整，把这当成一个法律，说至今以后，从现在起，在我的国度当中，有佛弟子，凡是佛弟子，我持戒破戒，乃至无戒。说这人没有戒啊，说不上持戒破戒啊，他根本也没受戒啊，他也不是出家人呢，啊，临时的找份袈裟披上了，把头发剃了。嗯，说有佛弟子，不管是持戒或者是破戒，乃至根本没有戒，根本就没出家，但是剃除须发，穿的是袈裟服，不要侵凌，也不要伤害他，不要加害他。更不应以死刑来宰罚他了。有这个因缘，一切众人呢，慕这个圣君王的德，这个国家废除刑法了，废除死刑了，等于废除死刑了，渐渐归化。那这国王呢，就成了君，就成了金轮王了，往南瞻部洲，皆共诚心，归敬三宝。这叫释迦牟尼佛对地藏菩萨说这个故事，是古来的故事，释迦牟尼佛说的古来故事。咱们在《十论经》上看呢。故事当中的故事了，时间更长了。佛又对地藏王菩萨说：“善男子，当官入世过去的罗刹，
说你应当看一看啊，过去这些个罗刹鬼虽然是无暇乐鬼去身，无暇呀是八无暇堕了乐鬼道了，专门吃人的，吸人精气的，饮啖血肉的，他那个乐心呢，有罪乐的心呢，非常的盛，只剩着像那火大，说大火那样子，他没有慈悲的，一点慈悲都没有的，他能够见着剃出须发的人，披上袈裟的人，他能够等佛恭敬，又要尊重顶礼，恭敬赞颂，一点伤害心都没有，没有伤害心。这叫什么呢？赞叹出家的功德，乃至于赞叹袈裟的功德，袈裟就代表佛弟子了。而且这个犯人呢，他是犯人，他不是比丘，他也没出家，临时的把头发剃了，找份袈裟，怕鬼啊，听到鬼说呀，那这里头呢，这个八无暇就是指着八难说的，八无暇，这只是讲讲八难啊，八难啊，地狱、畜生、恶鬼、长寿天，长寿天不闻佛法，说也是个难虫，边地。边地也是没有闻到，没无法闻到佛法，这四种，这四种，而且盲、聋、咽、哑，再加上四字变聪，或者生在佛前，非得生在佛后，咱们现在都在难中，什么难呢？佛前佛后。释迦牟尼佛之后，弥勒佛之前，还好，咱们还有法可闻，还可以看见僧人，还有三宝的形象在。这《掌印这个含经》所说的八难，说对于未来世。未来世有这个刹帝利旃陀罗王、讷王，前头讲的是善王啊，他定的国法呀都善的，也对三宝弟子啊是恭敬的，这叫善王。那未来世的讷王、刹帝利罗王，乃至于宰官、居士、长者、婆罗门。旃陀罗人、讷王、讷官、讷人，他们的心呢，毒讷狠，没有慈悲，没有怜悯的心。他们造的罪，比那个罗刹还讷，欲此傲慢，断灭善根。与归我法而出家者，要是法器，要非法器，法器就是善者、修道者，非法器呢，就是不是修道者，或者剃出须发，也披着袈裟，以我住弟子所，有三宝弟子，对三宝弟子不生恭敬。恼乱喝骂，会鞭杖抽打其身，会被牢狱，乃至于断命。
而这些个在过去未来现在三世与诸佛所犯大罪断灭三根。